五架幻象战机300公尺高度从中外野冲场，引擎声震撼球迷，但这样还不够。S 拐洞系直升机再回不出现高山或海上，改在球场上方盘旋，垂降开球嘉宾。第一次进场到将那个球场上面，出勤任务时也是会以现场的环境，不利直升机降落的地方，我也是会，或者是待救者他本身并伤势过重，我们都会采用吊挂的方式出舱救援。国防部再度和职棒球团合作，邀请5000名现役军人举办阿弥趴，军方精锐进出跳蛙人操秀战技，在三军乐仪队伴奏下，国防大学合唱团领唱国歌。军方和棒球迷们一起庆祝军人节，只是时间在军公教游行前一天，增添外界想象空间，是不是有较劲意味？记者纪刚、吴成斌，桃园报道。